素材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有不一样的意思哦。来，口罩全拉下来。这个应该就是星球宇宙的概念。我们现在到镜头回来，我们就到郁金香了。老师介绍一下他们班的环境布置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们郁金香的布置是什么？来，美丽的星空。对，一开始我们从什么看星空？望远镜看星空，有没有很漂亮？有。那很漂亮，很想上去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做了什么？飞上星球。火箭。火箭。对，我们上面也做了好多的火箭，飞上星球。还有做鞭炮哈，那请问一下，我们飞上星球之后，请问你们在星球上面看到了什么？火星、海王星、地球、天王星、冥王星、很多的星星、火星，对，这就是我金星。金星，哦，你好厉害。那还有什么星是有戒指保护的？土星。土星。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后面的主动代言的一个星空。我们跟孩子一起，孩子涂色剪剪贴贴，然后我们最后再布置成整个星空的模样，那就是郁金班的教室布置。